我先讲一个笨说吼，那叫做国父，孙中山那叫做国父，这都是笨说，资料在咱的头壳内底。明明武昌起义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嘛，武昌起义没有什么了，是袁世凯军事政变。一大权在握，军事政变逼傅毅下台，所以国庆日是1月1号，1912年。但是那边的国父呢？因为当年哦，被设立黄埔军校，黄埔军校下人提钱出来做的。苏联对，苏联唔止提军器哈、武器、弹药、粮饷，佫甲苏联高官叫来中国教的，即中国的迄个黄埔军校。所以哦，你最近听到，不管是国民党军还是共产党军，都是中国军，他们统统在一个学校里面。孙中山叫孙中山讲，我出钱啦，但是副校长对教务长哦，周恩来要来做啦。校长你找一个啦，找到伊都唔捌半人，都找到孙中山，好、哦，不找到蒋介石，所以蒋介石就做黄埔军校的校长。做这个校长，马上北伐，都北伐。北伐敢有战？敢有战？什么战争？一向都到南京去嘛。因为他的武力哦，是当地迄个中国人哦，诶，武力诶好几倍强。那都战，都到南京啊，所以到南京之后野心扩大，都竟把恩人当仇人，台西叫做清党。清党的由来是安尼啦，因为孙中山讲过一句话：“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。”有不听过这句话无？对吧？我虽然读三民主义，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，孙中山讲的。所以吼，咱头壳内底吼，一挂笨手真歹该得意上，聊聊得啦。我伫写这段历史吼，像我这个吼，第七集。就是讲，我讲这满清政府占台湾213年中间，为开始1683年开始，就是讲到第七集。你若要看，去网站去调来看。我有写超过100万字的字，伫台湾海外网，台湾人的台湾史内底吼，你也使点阅。拢免钱，为什么免钱？读历史会趁钱咩？读台湾历史无法度趁钱，就是无法度趁钱的范围，我广为宣扬，今日咱来讲第七集，这是次殖民地，中国是次殖民地，这是孙逸仙、孙中山，在军立场的演讲中，公开指称中国是一个次殖民地。殖民地就是讲，菲律宾去予西班牙殖民，印尼去予荷兰人殖民。但是次殖民地就是讲，你即讲吼，唔止一个国家来甲你殖民，一个别个国家，大家拢安尼凊彩给你殖民啦吼，小陈奶奶来讲，什么叫次殖民地吼？伊虽然有行政机关吼，有军队，但是经济、军事、外交，拢互人包围起来，吼，这是次殖民地吼。即卖讲，1854年吼，美国要买台湾，美国有发生这样代志。
美国吼，在远东看到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了后，占着香港，所以想讲来中国占一个所在吼，啊，就想尾就有人建议吼，讲来占台湾，因为满清的统治不及于全台湾。这句话吼，咱头一节课，这个咱的秘书长有在讲，安尼遐一流啊，安尼弯弯安过来吼，哦，迄是满清政府占，啊，东部那边吼无人占，东部叫做啥物？后山啦，所以花莲的山谷叫做后山山谷，即卖你嘛知影，吼、哦，后山，啊，这个后山吼，所以一个人讲。啊，这规个岛啊，毋是伊占去，咱来占。迄阵的船吼，爱行拖拖煤，吼、哦，啊嘛都爱水力、粮食的供应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吼、哦，鸡人迄边有煤矿山呐、啊，吼、哦，真好，来占鸡人，安尼规个岛要来占去。这是1854年，吼、哦，一个美国人。想要来占台湾，啊！但是可惜安怎？1850、1860的时候，美国成南北战争，所以哦，无时间、无精力对外扩展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不了了之，好、哦、啊！但是美西战争的时候，一占到菲律宾，啊嘛，准如好。啊，占台湾有啥物好处？那迄个时阵的好处是啥？咱台湾有出产台湾三宝，是啥物三宝？东北三宝知影无？好，而且这不说资料。啊，台湾三宝是啥物件？上路钓头浆。咱占世界70%，糖、茶，哦，台湾三宝。啊，但是咱头壳叫人生貂皮乌拉草，看麦，看有差无？家己无形中哦，在做努力嘛，唔知影，啊，做甲欢喜啊。好、哦，伊讲中国的治权不及整个台湾。大部分为藩人所有，美国将基隆占领逐城，不致引起华人之反对。哦，大概是安尼啦。美国要来买台湾，啊，但是真可惜，因为1861到1865年的时候，南北战争吼、哦，为着黑奴吼、哦，他因的战争全部买。哦，就过来。这在西方的压力下，台湾开港1860年，这1860年真重要。这1860年开始哦，到有迄个基督教吼，长老教会以后吼，为台南这个时阵以后都有当定了。好啊，开港，什么叫开港？吼，开港的时候哦，这是讲1847年，广东有6名英国人访台。啊！结果引起7月英法联军，哦，英法联军占广州以后，就献塘沽天津，直逼北京。满清咸丰皇帝仓促逃至热河避难。1860年，满清被定下屈辱的《天津条约》。好、哦，这天津条约。满清政府签天津条约，跟咱有什么关联？吼、哦，伊规个满清政府都伊是满人嘞，满人占着汉民族的1%尔嘞，啊都占着100%的所在，我欢迎到要死去，因兜的迄落白痴拢来中国做官长啊嘞，吼、哦，汉人推作推的，吼、哦，268年袂晓反抗。唔知要安怎反抗，因为啥物？头壳有一挂笨手，啊，这挂笨手是啥物？我讲较清楚哦。孔孟思想，孔孟思想真好啊！那你那叫伊说笨手，
但是伊家己吼脑袋僵化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就是讲，君臣哦，你对恁老爸孝顺，等于你对你的君王的孝顺，忠诚。啊，恁老爸有几个？一个。你对恁老爸孝顺，毫无怀疑。但是君王会使50岁，会使60岁，咪会使3岁啊？啊，3岁做皇帝，你该效忠唔捌咧？你效忠伊边仔个人啊？所以头壳去用封锁死，唔知啊。我看欧洲的历史，罗马帝国，当罗马帝国有一边就当时拆毁哦，西罗马帝国较早灭亡。当了罗马帝国，一个朝代2000年，啊，那人那2000年，啊，这中国讲号称25史，其实也碰碰的啦，大概3000年左右的历史呢，你上条算去，啊，一个朝代差不多100多年都结束，啊，那也紧，啊，人那2000年。这个吼，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这就是这个中国是父传子，啊，子传孙，啊，因是讲，当罗马帝国是讲，你爱有成年男子，才会使做王位，你袂使叫一10岁囡仔去做王位，凯撒大帝去用台戏的时阵，因囝10岁，啊，就袂使做，哦。啊！但是不在做，但是伊用伊的迄个养子，郭大为，哦，继任王位，哦，啊，都是虽然是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啦。啊，咱太注重血缘关系哦，和这个国家积弱。啊，即摆来讲，伊这个《天津条约》。把淡水划定为通商港口，所以台湾就卷入了。天津条约把台湾划入为淡水，啊，了后变作鸡人淡水安平之后四个港口。其实哦，第天津条约是讲淡水加安平啦，安平是台南安平啦。啊，这两个港口叫做正港的，吼、哦，人讲我这正港的哦，正港是这个意思啦，这是淡水港吼、哦，啊加安平港，啊安平边啊吼，伊西方世界吼、哦、嘛是贪心，基澳，吼、哦，基澳哦，即马叫做基丁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鸡人即嘛叫鸡人啦，鸡人淡水岸边记号，哦，这就是咱无法度都开放，哦，啊，开放淡水港是全中国唯一出草港，那出草，哦，因为咱有鸦片，咱有台湾三宝。卖出去，啊！伊进口啥物物件来？鸦片，甲你卖会贵啊！啊，即马就是安尼个时阵，所有个中国港口，每一个港口拢是入草，干那淡水港是出草港口，好、哦。秘书长讲。所有的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了啊，都有影不平等条约了哈。一些这些外国，咱们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，啊，中国官员不得过问啊，这些领事裁判权啊，中国人跟外国人的案件啊，先外国领事馆先处理。处理无好势，但叫这个中国官员来到审理，这就是讲法院国民党开的啦，是不是安尼？
伊家己先审理审理啊，审理大概判罪案就好啊。哦，啊无经过公正的单位，哦，啊伊叫做公正单位叫做国民迄落法院，哦，这东西是不平等条约，哦。所以中国人甲外国人的刑事案件，拢本来是按法各国的吼。哦法律审判审判哈，但是在中国的司法全破坏了哈，再也没有平等的地位，所以哈，所以这个连法院拢起去哦，西方人占去。咱知影去在基丁哦，有一个海关哦，啊，船只出入爱抽税金，日本哎呀。满清时代要抽税金，啊，税金啥人摕去？英国人摕去，出口税钱得了，进口税伊也钱得了，这真重要，哈、哦。啊，这关税协定，哈、哦，这就是讲，伊本来是讲只摆抽十啊，哦，10%啊，啊，出来。拢抽5%，好，啊，这渐渐哦，和西方人退去，哦，领事裁判权有一个叫做官审权呐，哦，领事裁判权哦，是本来是干呐讲，甲外国人有冲突，得有实质的领事裁判权，好，啊，即卖连中国人家己来争哦，伊有官审权，所以哦。外国使馆吼，就用派官员来审查，吼，啊来会审。租界内纯粹中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，亦归会审公结会审。租界内底吼，咱知讲上海有法租界，有英租界，吼，啊嘛有共同租界，吼，啊。这些人他们现在所在犯的罪，通通归外国人管，安尼是不是这个国家是受到很大的屈辱？哦，这啊、哦，这是一个闹鬼代志了吼，免得讲闹鬼啊！领事裁判权本来是对人的。无对地方之中，租界成立了外国的领事裁判权，适用其所划定的范围，哦，所以在中国领土之内设立了真侪多数的国家，所以中国就变成次殖民地。哦，孙中山讲的也没有错。哦，啊，军舰行驶停泊权，哦，像这款的文字哦。咱过去在学校吼，拢无读到，哦，不平等到了什么程度哦？外国军舰自由行停在中国沿海甲内河、内河哦，哦，中国已经无海防的存在，中国都无海防了，拢往渐渐去了，哦，而且次殖民地。啊，关税嘛，敢管哦！外国人直接管理中国关税，不读税率受到列强支配，哈、哦，税款亦受他们支配；不读进口外货受其批复，即出口国货亦受其检查和限制了。咱怎样讲？各种条约来对要赔款3500万两，哈、哦，5000万两银元，好、哦，还是？都赔款拢真大，啊！反正政府有迄个钱无？无迄个钱嘛，啊！所以海关给你嘛，你怎么遐甲卡税金嘛？还做抵押啦，哦！所以每一个港口的，像讲高雄基丁的都真水的迄个英国领事馆，淡水嘛有一个真水的一个英国领事馆，迄都是伫卡税金的所在。
日本哦，占着澎湖台湾以后吼，伊吼甲中国签一个吼条约，叫做《福建省不割让条约》啦。这吼就是一撮野心的，甲你占着了，讲你迄省哦，袂使甲人，袂使互别人。小等你，我来提《福建省不割让运动条约》哦。我这款的条约啊，阿毛这租界了，租界真侪说实在租界了哈，啊，也蒙某日本租界区哈，啊，外国军队驻扎权哈，啊，此后列强在中国就有驻兵权。阿即马讲起了庚子赔款的庚子年间，一路八国联军来哦。啊，哪会先有八个国家集合军队来打中国？其实不是，其实这些军队拢在中国，这两万名外国军拢在中国，有在上海，有在南京，有在厦门，吼，啊，个调调为天津拍天津的时是两万人。啊，拍来北京城的时候，四千人去拍那尔，啊，都皇帝走到二哥家，哦，这就是过去的事实啦，哈。啊，即摆就讲咱台湾啦，哈，1862年开放河北，什么是河北？淡水，啊，那河北，迄落雨的马溜啦。我车电下位下过吼，啊，过淡水就好听下啦。啊，那要不过淡水吼，安尼湿湿好的，滴滴滴，滴滴有啊，所以遐叫做河北。哦，啊，河北应该河是落河的河啦，啊，但是无要紧啦，伊安怎写就安怎写。哦，1863开放鸡笼，哦，本来的名叫做鸡笼啦，吼。啊，即嘛叫做鸡基隆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开放安平以后，吼、哦，这高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各国吼，各国拢来台湾咧开港，来台湾来做生意，因为台湾有台湾三宝，我去纽约博物馆看到台湾茶，一罐啊，放下呀。内底有物件无物件，咱袂使去个偷吼。啊，都有即个台湾茶，啊，迄都是当年吼、哦，李春生做迄个 Formosa tea， 台湾茶叫做 Formosa tea 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外国政府嘛，甲你讲好吼，定淡水港吼，淡水港是偌大，毋是干那淡水迄个所在，沿淡水河直直起来。起来个大吊顶，大吊顶就什么民生西路迄13号水门，搁直入去嘛，迄嘛是算讲淡水港，到阿邦家第三水门，通通叫做淡水港。哦，啊，迄个时阵哦，迄船哦，淡水港哦也较深啦吼，啊船啊吃重个较浅啦吼，啊所以拢用到啊。听讲已经到啊三级啦，吼、哦，吼，但是，这个时阵到啊淡，到啊房价是绝对无定大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啊，台湾三宝都是酒肉、蔗糖、甲茶叶，吼、哦。啊，另外咱台湾还佫出产硫磺，硫磺就是咱有黑山嘛，有硫磺嘛，米、木材、煤炭。这是吸引外商来台湾的主要原因。啊，外国人给你买这款物件，伊付什么？付鸦片。鸦片为多来？鸦片本来是在印度吼、哦、有种鸦片。啊，英国人讲，这个拿去买了会吃来过，会成瘾哦，嘿。真好啊，所以就制作来中国买，啊，中国人都上当，啊，就愈买愈多，啊，就钱哦。本来是中国是
出超国了，永远伊都无欠物件嘛，哦，啊，即马才变成入超国，哦，中国第二散落去。这是打狗，打狗倒位，各位嘛，打狗英国领事馆哈。即在1860年左右，1860离即阵140年前，吼、哦，这个吼、哦，这大告唔是，当时就写大告，吼、哦，大告英国领事馆嘛，啊、哦，这是英国领事馆的一个图片哦。真高级，啊！即嘛，我讲一件，美国船哦发生船难，吼、哦，有一台美国三桅帆船哦，罗美号，吼、哦，啊，他们台湾的南端哦，巴士海峡触礁沉没，哦，啊，人都背起台湾。多数啊，去予人抬，吼、哦，予当地原住民哦，登陆，甲西方人全部抬死。但是，某一个华人哦，走入去山中，走去打狗，甲英国人讲，说英国，吼、哦，这是美国人向抬死，啊，英国吼、哦，诶，英感科尔摩兰号 （Cormorant） 干掉吼。专来这个所在，啊，期待有生还者。但是哦，来到这所在，这原住民吼、哦，咱的高山族吼，我钱我来写，毒钱啊，来写，吼、哦，所以无功而返呐，无救到人了，吼、哦。什么叫三桅帆船？这个就是三桅帆船，吼、哦。这主要的风吹来前进。这个三个旁哦，真重要哦。三个旁哦，就是中国船叫做 junk， junk 是啥意思？咱翻译 junk 叫做一个容客船啊。英语的 junk 是啥意思？笨手船呐、啊，只会前进不会后退哦。啊，这风安尼吹过来。啊！这西方的船要安怎？安尼要安怎逆风而走？伊用个 zigzag， 安尼行。好、哦，这个 zigzag 好、哦，安尼在行。啊，这个船得先安尼行。哦，这是台湾上南边的疆土七星岩。哦，这是讲。晚清时代，但是即摆南沙群岛讲嘛是台湾的，南沙群岛有台湾派去的军队住在遐，啊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就是讲在日本时代的时阵吼，南沙群岛吼拢无人住人，但是我看到之前呢，写讲安怎，台湾居民吼。有威胁给，啊，定来威胁给，啊，所以他们南沙群岛去调查吼，调查到一间哦，细间啊土地公庙，啊，土地公庙，干那台湾人得用这细间土地公庙来，啊，是台湾人诶，所以南沙就割给台湾，啊，日本在1927年哦，公开宣布南沙群岛是和国用酒馆。所以即摆南海争端的时阵哦，日本绝对也会插一脚。哦，啊，是说讲钓鱼台是啥人的？钓鱼台哦，伫满清政府割让台湾和日本的时阵，1895年的时候，钓鱼台是先说割让，无所谓嘛，这根本都不起眼。1949年，蒋介石哈、哦、怕输招牙哈、哦、招来台湾了，就划定台湾的国界，加
钓鱼台置于台湾国界之外，这样你捕捉看袂到。啊，我哪会知啊？我有一年哦、喔，钓鱼台的时阵哦、喔，我去也去书店去买台湾地图，伊讲无地图，无台湾地图，我骗笑的，你哪会无台湾地图？伊讲哦，有啦，袂使买啦，吼、喔，啊，政府偷偷买你啦，啊，就是钓鱼台哦、喔，国界该划在这个台湾国界之外，啊，所以美军哦、喔，专搞钓鱼台上哦，琉球嘛。啊，即摆咱的主张就是讲，台湾是入属美战的时阵哦，或日本侵略，哦，绝对这个所在是坏的。哦，以前钓鱼台是属于咱桃园的管的啦，哦，无离无偌远啦。啊，这是当时最难的图，疆土哈，七星岩。啊，因为有杀到美国人，所以美国有一个美国领事李先德。李先德专出面甲文政政府商量，啊，你来说台湾人，啊，你爱背官哦，什么代志？啊，中国官员讲，身凡之地不利中国本土，难用兵就办。这侵犯的所在哦，原住民说，不是我的国土，你要安怎办？你去办啦、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哦，美国认定台湾全岛不是属中国，中国所有的台湾仅限于西部沿海，好、哦，到东北部苏澳等地。东北部苏澳哦。本来嘛，不是完全的，嘛是后山，宜兰嘛是后山啦。哦，宜兰是喀麦兰族、噶玛兰族住的所在。喀麦兰族是比波族。哦，即马有噶玛兰酒吼、哦，大家拢啉袂到噶玛兰酒。啊，喀麦兰族吼、哦，有即、這个诶，五山去有计划的去经营。啊，经营了后吼，土地吼都分哦，这个姓陈的，这个地姓吴的，啊，这个地姓朱的，啊，都画个清清楚楚，专甲这个喀麦兰的地图、户籍吼，啊，甲所有权状吼，所有权哦，上好来台湾的福建总督，讲即挂拜托。收一支满清的版图来对，满清政府安尼都爱考虑两年，他讲好啦，安那都考虑两年，因为袂外国的嘛，你拢画好啊嘛，啊，伊就是凊彩甲你外国，你开垦一块地，讲一块阮小弟的，你爱甲伊立产租啊，拢按乱来嘛，啊，即嘛。国不理三种个所依然划入满清的国土，吼、哦，还开两年的时间才定，吼、哦。所以美国政府吼、哦，知影讲要甲还华外之民之民哦讨论哦是无法度的，所以哦派两大军舰来攻。啊，讲的时阵哦，咱的高山族唱的山中，你安尼跑拍来也好，枪拍来也好，你拍我袂着嘛？啊，用个飞镖、甲铅石头、甲毒箭、甲鸟仔枪应战。啊，这应战中间，美国的副舰长马凯基哦，中箭阵亡，大败而回。这。台湾对外战争哦，这种战争了哈。美国政府哦，战败了，跟完全政府交涉，啊，
但是要求李先德哦，感觉讲无必要，阮直接，所以伊甲六个同事哦，入去山区甲原住民岛头目哦，面露焦色，就是讲，我那都经过你阮乡政府，你这个国土啊，这个土地也无属无属你的，我直接来去讲，好、哦，直接来讲，啊，迄个时阵，这個、原住民的迄个武力是安尼。摕德国刀菜刀，就是安尼。咱比如讲，你机啊唔好摕德国，咱拢买用德国刀菜刀来拼。哦，啊，这个是李先德啦，哈、哦，驻厦门领事，哈、哦。所以以后约定哦，先看岸上有红旗。都安利瑞英安安全定了啦吼，所以这项代志，台湾的原住民甲美国直接谈判，谈判是台湾无属中国版图的具体事实。这嘛是爱好大家知啊，讲东西晚清的权力不基于台湾全岛了吼。啊，搁刷落去。涉外事件，哦，1868年，英国个人甲德国人哦，来垦殖哦，大南澳，哦，即讲较简单呢，就是讲英国人、德国人，伊发现着，哎，伫南方澳啊，遐无人，无政府，我就来开发啦，啊，开发就即个土地就我个啊。安尼，哦，啊，未目前政府知影了，不使哦，我这不使哦，不使人军舰派过来，啊，就真多。啊，未就这主持人哦，饮醉饮死哦，啊，所以结束这英德垦殖东部大的所在了哈。啊，伊嘛是垦殖了，甲三民抽。永费、永良、施典、梅山贩卖樟脑，哦，这拢完全政府无温准的代志，伊收税金，这个说的我讲的，我收税金，哦，但是伊买就拄着船难溺毙哈，所以大南澳的垦殖事件在结束啊。咱知有鸦片战争，但是得。1868年哦，有一个樟脑战争。哦，咱来讲讲樟脑是遐尼重要。哦，啊，樟脑会趁钱嘛，所以满清官员哦，甲这个樟脑，这个专利专卖权哦，恁拢袂使卖，袂使做，干那我也会在。好、哦，安尼来独占。哦，独占这个樟脑市场啊，英国哦。欸、本来是自由买卖的，啊，即马安尼落去哦，袂使，所以甲迄个满清官员哦起冲突，啊，过去用拍，哦，过去用拍，在路途中间，和台湾到衙门的立足殴打成伤，啊，拍的时候价值6000块的迄个樟脑，伫漳浦街五七港、五七港吼，和官方没收。这个五七，咱们就知啊，知无？五七就是即卖迄个六轻的所在嘛，那叫做五七嘛。吼、哦，啊，五七正经的写法是五的七，开水来个食，分做五条出去，好、哦、五七。啊，即马改做无期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樟脑树了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情形啊，英国吼、哦，无即看到这不友善的举动吼、哦，专出兵，吼、哦，啊出兵吼、哦，用个大炮弄弄了。命令士兵25名登陆，啊，满清政府派几名？派500名，
我派你二十八个人来给你，给你做记。啊，按这场战争胜赢，二十五个人赢。所以你要爱知影，思想无进步，脑顶僵化，干来会用举刀啊？吼，啊，人家已经举枪啊，你拍袂赢人嘛？五百人对两二十五名，拍不赢。啊，满清水师副将江国镇畏罪扬毒自杀，嘛，个个又自杀，哦，啊，买票，这种战争当然哦，赔款呐，哈，啊，只能哦，这鸦片战争按落结束，哦，赔款交保证金40,000元。所以这个鸦片战争有同意这几项事情，哦，废除樟脑官办，这樟脑哦要开放民营，陆港同知跟知县府太阁这两个人抬头，哦，赔偿外国人一切损害17,000多元，承认外人传教自由。外国人团购的自由，哦，是这就是叫做樟脑战争或者樟脑纷争了，哦，这次的纠纷，哦，外国人叫做樟脑纷争，啊，咱叫做樟脑战争，哦，啊，而且讲起来真是更小嘞，二十五个人来，啊，你都五百个人怕输，到底是什么？啊，但是迄都是输将。荷兰人在占台湾的时候，他也说类似的话，他说我们两个荷兰兵还是两个英国兵就有法度打败你中国50名的兵，两名都要打败你50名。你看看这头壳，喔，去用锁死的，喔，没进步，啊，不知道进步，啊，不知道自己在做哪里。哦，咱来在这个民间复兴哦，就是在开放各位的头壳的思想，哦，思想爱开放，什么思想拢会使，哦，袂使讲一定爱去会向读书，哦，而且读书的时候哦，各有陷阱，咱读书哦，孔孟的迄个读书哦，有叫科举制度，科举制度听讲真好呢，哦。但是哦，确实是害死汉民族的一种方法。你都一本子叫做《四书五经》，《四书五经》读好，全部的题目出自《四书五经》。天顶是圆的、扁的，拢无管。月亮是射太阳啊，太阳射月亮，唔知啊，啊，拢无咧，家你知道。啊，所有的巧的人拢进入去这个四书五经了，这个国家哪会进步？无法度进步。所以咱台湾有咱台湾的迄个优点，哦，咱台湾人吼，哦，平均咱拢是平埔族的后代，咱有85%的血，就是平埔族的，哦。证明，要怎证明？我讲一句话哦，你看领导有在实行无？五谷坐大位，天顶有天公，地下五谷公，捌听过无？啊，那五谷那坐大位，即嘛合理的概算。就是平埔族是母系社会，财产是互查某囝，查某囝是家长，啊，大部分是拢互招来，啊，所以老母是家长呢，老母的哥哥哦，就是婚宴喜庆的时阵，你坐大位，这全世界无的迄个风俗，伫台湾有这個、有坐大位吼。还有我们的脚，
想要再有小可必顺，那有你毫无疑问，啊个手有一顺，啊咪是讲拢有，就是一定皮薄足，但是你是皮薄足关诶，成分真大。但是咱奈个摕中华民国身份证，就是因为1946年。1945年8月10日，日本宣布投降。吼、哦，啊，过当年1月12日，蒋介石用个行政命令，把所有的台湾人规划做中国人。安尼敢得使？安尼唔对。马关条约时阵，把台湾挂予日本，有2年的思考期。你利用这2年，你要做中国人，还是要做日本人？家己去选择，哦啊，真有真侪有钱人哦，哦像即个台北林家辉、林家花园、吴芳的林家，拢走去中国，啊去中国的时阵哦，佫无爽快，变做台胞，哦变做台胞，啊都一个佫转来，哦林献堂佫转来台湾的时阵14岁，哦啊都有即款的情况发生。啊，这个，所以来讲吼，樟脑战争吼，哎呀，这是一场1865年英国赵师兄毕其林在台湾拍摄的外国走私船。所以我头拄仔在讲，咱台湾人不是中国人。就由你内心来对哦，你有知讲你唔是中国人，哦，被人家行政命令，哦，啊，说了1874年牡丹虾事件，哦，这样代志较大，有琉球的人69人拄到风台，哦，啊三个去淹死，66个爬起来上岸，啊来和牡丹虾排湾族。台死54人，啊，剩的就走，吼、哦，啊，走回去琉球，啊，跟政府讲，啊，政府日本政府，吼、哦，全跟中国政府要商量，吼、哦，你要爱安怎甲处理这项代志？但是1872年，吼、哦，华山之计头一任的迄个台湾总督，吼、哦，儿语源太郎。第四任的台湾总督，甲水野尊第一任的台湾民政局局长哦，来台湾啊来探行情啊，哦啊，同时呢哦，这个日本官员专家满清官员讲的，满清的官员哦讲双方皆化外，喜欢哦用化外之名来，犹如贵国之下意。跟那贵国的迄个华纳感官不服王法，好、哦、万国野蛮人，大部分如此。啊，所以公报播了，伊讲哦，双方既属我国化外，问罪不问罪，由贵国裁夺。双方毋是阮国的国民呢，你要问罪，你去啊，甲我哪有关联？伊讲啊，好好好，啊，阮派兵来去。所以日本的大使就派兵，啊，派兵来，这是日本人画图。日本哦，穿白色的裤哦，啊，深色的衫哦，啊，提枪哦，啊，在山谷中间，安尼要怎拍？哦，日本兵派来偌济人？3600人，为哪个杀去出发？来台湾，哦，啊，来台湾哦。剪啊！日本人甲咱原住民剪4-5个，哦，42个，哦。但是啊，3600人哦，有1/3哦破壁掉到马拉利亚，啊，有一挂死一堆。啊你做将官，你要阁继续互蚊啊叮啊，是安怎？
我这蚊仔真厉害，台湾蚊仔真厉害，甲日本人顶死一大堆。哦，啊，都有影咧吼。哦，啊，这哦就是登陆的地点。哦，这牡丹乡，哈、哦，啊，狮子乡，牡丹乡，啊，这里是国一号公路，哦，啊，恒春列车。见死十二人，病死五百六十一人。啊，所以日本政府啊，头壳疼，唔知要去要进啊，要退，啊退个无面子，吼、哦，啊要去安怎？拄着退啊，完成政府退五十万纽银回，啊安尼使，等下，安尼解决这样代志哈。日本政府完全政府昏庸到底，以赔银500,000两外，又个日本此次吼、哦，专个琉球吼、哦，变做日本的啦。本来琉球是属中国的吼，藩属国啦吼，啊，即嘛是属日本的，即嘛有够推，这叫做赔二夫人又折兵。即句话安怎来？这是《三国演义》来对吼。讲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赔哪一个夫人？孙权的妹妹对，啊，哦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，这完全政府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，我的时间也到了哈，感谢各位。啊，请起立。今日休困10分钟。